系俾咗好多好多力量我嘅。黄妍虽然咁讲，话自己会死人唔会喊，但呢晚尾场演唱会 ，Kev 终于喺第二次 encore 时被歌迷热情打动，一度哽咽唱唔到落去。有一班咁支持自己嘅歌迷 ，Kev 自然可以更有信心尝试更多唔同嘅嘢。相信今次嘅演唱会，佢都俾咗唔少惊喜大家。